说到 COSMO 时尚盛典，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非常熟知了。除了被大家美到之外， COSMO 时尚盛典红毯也有不少女明星出现尴尬的画面，其中就有莫美琪竟然捡到了一个美甲，还发文说红毯捡到一枚甲片，你的，还艾特了宋妍霏。原来宋妍霏在走红毯的时候不小心把美甲给整掉了，真是令人非常尴尬。莫美琪在线互换后，失主 CC 前来认领，甚至大哥详细讲述了自己捡甲片的过程。 CC 感慨，茫茫人海中怎么就是你。视频中的莫美琪身穿一袭流光披肩拖尾长裙，层叠薄纱亮片缀满裙摆，挑染黑灰色麻花辫，如坠梦幻仙境，额前几缕散发勾勒眉眼如水，灵气逼人，温柔若水。宋妍霏穿了粉色的抹胸长裙，微卷长发用超大粉色蝴蝶结头饰装点，一向是帅气时尚风的宋妍霏突然走甜美风格，感觉还有点不适应。喜欢就订阅呗，